区，请问对不对？对，好来哦，超简单。好来，我们现在呢，哦，我们现在先送一下大礼，好不好？好来，请问一下各位朋友们，你们现在所在的是政府部门哪一部？啊，永续部，有这个部吗？教育部，教育部的什么馆？永续教育馆里面几个主题区？两个。好，那么等一下，来，等一下，我喊三二一的话，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其中任意的区域就好？你要举手，举手，我喊三一的话，请举手，告诉我其中一个区域就好了。两个区域，告诉我一个区域的名字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心中有答案的，先举手，我看一下多不多。哦，哎，真多，哎，怎么讲出来了？我看有答案的，哎，那很多，哎，那么等一下应该竞争很激烈。那这样好了，等一下我喊三一，大家说举手之外，麻烦我们多一个条件，举手高喊教育部。那等一下看谁可以吸引到我注意力，就可以把礼物带回家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那不要忘记，我们等一下还有张军要上面 emoji 的表情包，分享送给大家哦。好了，准备好的话呢，我们三二一，马上开始，三二一。哦，好，来来来，北北来，北北立功。绿色学校还是校园？学校啦，来绿色学校，起来，来恭喜。哎，那么但是还有一。